我真正招北丁当了，我真正招北丁当了，我招北丁当了，给你，满江，南江队长，满江。 嗯，刚才，你我照过去啊！啊！总裁，你我不安全，那边再来看一下。反调阮跳就一台蓝色的火车，在往64号省道往北的方向，请沿路当然注意，进行拿走。阮那是不是跳落去啊？ 你受苦啊，是的啦。你看受伤了呢。你何必啊你？来，你挂啦。你打嘞。那。包嘞啦。你挂啦。我这边随开头一个给我家。 你的脚拢破皮干呢啊！伊拢无穿的，搁走这么远的路，我的心就足疼的。是的啦，是我家己拖累着。哎，慢点讲起来吼，你嘛无法度甲阻止的啦。啊，你即马过五岁。 我要去敬王爷，通风报信啊！阮爸，这个是去逃脱的机会，搁差一点仔去互掠走，我就是想过失误，唔才会对你后背生性地。我嘛真后悔，迄天我是安怎要对你讲遐的话？你就知影你甲我误会啊，是安怎？ 我来甲核实嘞，啊，等甲万条要来出代志啊，才知影来甲我讲，万一我真正好怕死啊，哎，我唔管东西。我唔准你讲这种话，我唔准你讲你也是。嗯。既然甲我死，那呢应该才甲我核实嘞啊。 啊，嘛至少你嘛敲一个电话来啊！因为我唔敢去找你，我惊你会骂我。好啦好啦，哎，我看哪讲哦，你个少年啦，我哪会当跟你计较这啦？所以。 你原谅我？嗯，我那是跟你计较，不是太无良啊。总裁，你是来救好的，你就跳我。啊！总裁，你是不是都会还够伤啊？好啦，吃，还够吃，为辛苦拢伤啦。 爸爸出棍哦，真正有够重的，去照X光哦，吼，刚才骨头无断去。医生讲哦，我有内出血，还佫有擦伤，嘛佫互恁爸爸哦加木几个，我命真正会收起。敢是假？会听无？
爸出去开始紧张啊，因为卡早嘛是兄弟啦，所以一出去哦，就直接会出人命。伊怕弟弟的心上，阿唔过听的是我的心。好了好了，无会哦，该做规就好啦，加休困几工哦，就无代志啊。哦，无遮严重啦。唉，你爸爸即马等你走路啦，我看这个情形应该无偌久就要强掠着啊。到时阵哦，我就帮你请律师。哦，好了好了，别伤感慨了。总裁，加油！时间到啊，来。我家己病哦，我上清楚啊啦。唔免哦，遐医生讲遐个话哦，我甲安心啦。哎，总裁，安尼敢真正不要紧，安万一……啊，那有啥万一啦？你就亲目睭看到，我用法术来控制王五金吗？我感觉需要听医生的话来安我的心，啊？既然总裁你这么有把握，那安尼我就莫勉强你呀。你讲的哦，拢有道理啦。嗯，讲实在呢，你嘛真无简单，真有勇气啊。看到我用法术来控制黄金，你都唔惊？我甚至吼误会我出卖恁爸爸，我佮大细声，佮我扇嘴皮。想袂到你是一个这有气魄的查某囡仔。是嘞啦，我就讲啊，迄当阵哦，我着去佮失去你弟啊，我嘛真后悔啊。以后我袂阁安尼啊啦！你脾气看起来无改好，后壁迄身体加起来，我看真歹按来款嘞。哎哟，人的脾气就是安尼嘛。啊，若无我予你拍转来啊，予你出气。来，你尽量说，我袂笑。嗯。哦，你讲的哦。安尼听未？啊，足听的咧！你搁真正拍，你实在是，你实在是。哎、欸，徐丹啊！你唔讲因拍的啊？嗯？江中任何生命，未敢唔知人。顶摆听彭彩霞讲什么？林秀兰唔是江中任真正的太太，唔知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？刚刚因苏太霞已经离婚啊，还是有其他原因？江中林大姨，我一讲要到三人照顾，嘛是平秀兰心动伊，伊敢那对因翁真正是不要不紧。那你讲起来，生命的机会真大，我应该好好替伊安排。安尼莹莹买单有靠山，上界重要的是，我超越你个白起俩公啊！好啊啦，好啊啦，你讲啥？哎呀，佮我嘿，你进前甲我证据配，我拢先夹的。啊，好啊啦，哎呀，别耍，来，你回室内啊，你看咧。回室内就好啊。总裁嘛，你找彭彩霞来看总裁哦。啊，总裁嘛，哇，你佮专工伫咧煲汤，有总裁你无？今天就有心诶，啊，实在有够辛苦诶。丁委员，你伫遮创啥？啊，我去停一个烧水，要有总裁你吗？啊，阮新兵哦，伫个病房内底照顾总裁加油啊！来来，我带恁入去哈。啊，总裁嘛，哎，请。你来啊？哎。我专门订个补品来，
啊，你吃未？早就吃过了啦，白娘哦，较早吃豆豆啦。有啊，我嘛吃过啊。这位叫去哦，等得行啊。哦，其他物件都无用吃。哦。哎呀，啊，你看看心情真好呢。有一个这么啊水的万新民来照顾你，果然是无同款哦。万新民啊，好的不假，看你第十几年啊，我从来都唔知影你这么啊贤照顾病人呢。不假的人哦，身体拢真健康啊，无需要照顾啊。啊，这种福气唔是足大家欢喜的。搁再讲。你大部分的时间，不是插去五山集团，就是照顾五信社。哦，唔对啦，你是咧制作假五信社。你这样啊无闲，你哪有时间了解我？哎呦，总裁嘛，阿郎总裁哦，喊你心情放这样轻松，这饭菜下。不知道你不欢喜什么，虽然总裁这个人受较严肃，但过经过这次危险，人总裁有讲哦，伊感觉还是亲人上介重要，所以即马上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这家伙啊会当好好做伙啦。尤其哦，伊得感谢总裁妈对伊的付出呢，所以总裁啊，面就靠笑容，心情就嘛放较开的啊。多谢你啦！啊，有恁伫个遮哦，啊，甲众人开破，阿、啊、辉心情会当来放松落来，这是一件真好个代志啊！啊无吼、哦，我常常看伊哦，啊，目头结鬼球哦，我嘛看足唔甘个。哎，好啦好啦，你讲迄是要创啥啦？总裁嘛，你看啦，总裁你歹势啊啦！伊明明哦，想要甲你说道谢，煞歹势讲哦，真正面皮有够薄的啦。丁会官，你超搞的啦！连阮客户你也有法度按耐哦，真正是看人讲人话，看鬼讲鬼话。总裁嘛是人，伊讲的当然是人话啊。我是讲，你认为伊讲的是鬼话？那你的意思就是总裁吗？伊不是人哦。阿哈，你那是真是遐尼啊无愿意陪我来看中人哦。啊，无你回去啦。我知影你要回去公司去无用你未来生的代志，你根本一点啊都无咧关心中人。我硬甲你叫来，你还真尼啊唔情唔愿，开嘴都拢无好话。不是啦，我也想要来关心阿兄。我刚才说的话哦，是针对丁慧官跟万新民。哎，彭彩霞，哥安怎讲，咱嘛做二十几年的亲家呢？无唔对啦，阿阮新民是较袂晓做人，得袂着你这个大家的心。就算咱做袂成亲情，想无见面也当拍只招呼啊。你敢有需要呢？派面相看。一直把我们当作冤仇人，处处针对我们啊！你两个人接近我阿兄，你感觉就只讲你无气度，客户啊，你都要注意因两个，因两个动机哦，绝对无遐尼啊单纯。拜托诶，我们感谢总裁对我们的照顾，都袂负啊，哪有可能有甚物气度？哎，这么个吼，我们敢有拜托总裁？让我们换什么工程，还是让什么副总的位置来做？没嘛！你提这款话来讲别人，不是等于算自己的嘴皮？哎呀，我知道你是老先生，你的头脑应该真清楚，不心存才对啦，吼。